譲るもない李秀宗，请阿德老师为我们讲评。啊，宗哥，那个，就是听你唱歌啊，就是感觉上你是一个可以坚持到底的人。啊，什么叫坚持到底啊？你刚才在不是唱《探十声》吗？啊，对，就是这样的歌，其实是一个，其实是非常委屈的，然后非常期待的一种心情。但是你唱起来哦，就像你唱这首歌一样，你从头到尾哦，都让他感觉到你很专注、很诚恳，你锲而不舍，这样的真情哦，就会做出一个层次。然后最特别的地方是你的音色太特别了，你知道音色是最难去努力得到的，你就是天生的啊。在今天，我觉得另外两位都要很小心啊。好，我们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，钟哥。老师好，子红老师好，你好。那个，你今天有让我非常惊艳，对，就是你的声音，还有你的唱法，都非常的有特色，哦，可以说是有点复古，哦，但是你唱起来非常轻松，而且我觉得非常难得的是你的音准非常好，从头到尾我没有听到走音的地方，然后非常的稳，这个一定是平常经常在唱歌。而且你耳朵很好，所以才会这么稳。这样，我觉得真的有让我惊艳到，了不起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